了埋藏多少年，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，两个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，才能够彼此完全了。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愿保留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深切的关怀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明白？不愿放弃你的爱，这是我长久的期待。不愿保留那迟来的爱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。